可斯拉指甲油怎么卸？可斯拉甲油是水性可包甲油，是水基的。卸除前，指甲可以在温水里泡几分钟再撕，也可用纯植物酒精洗甲水，轻轻擦拭手指盖，不伤甲，更好卸除。可包指甲油是指甲油中的一种，也称为日抛型指甲油。其成膜物质主要是聚氨酯乳液，同时还会加入少量的丙烯酸酯乳液。这两种乳液虽然成膜性能好，强度也高，附着力能达到要求，但其亲水性较强，在水中浸泡稍长时间就会鼓泡脱落或者部分脱落。可包指甲油主要成分是丙烯酸乳液和水，涂的时候很难闻到有难闻的气味，毒性一般比较小。在涂上可包指甲油后，尽量不要沾水，因为是水溶性甲油，遇水会更容易掉落。